iPhone 6等唔切，激震宣传片有得睇啊！哇！最近上 YouTube 见到 iPhone 6嘅官方宣传片，一贯 Apple 嘅宣传片 style 唔会太黑 sell， 大概一分钟到嘅片已经 show 到 iPhone 6嘅特色啦。好似 4.7 寸芒，用咗无边框式设计，机身仲劲薄啊！果迷睇见仲心郁郁咩？之但系呢条所谓嘅官方宣传片，查实只系 Set Solution 一班设计师嘅搞作嚟。因为全段片都用了实景拍摄，效果先咁逼真，仲呃得下人噶。都是那句啦，想见 iPhone 6的一面，就要被电耐性等下啦。